All that I know is we'll get older, older. So let us dance this night away. 对，台湾的他唱撒娇的，你要不要再吃嘞？你白山果超好吃，真的呢。大家，我们来到第一站，我找不到洋洋桑，洋洋桑在哪里？洋洋桑这里。何してますか？我是星星。他是星星，星星。はい、赶快下来。很好玩呢，你要不要上来玩？無理無理，怖いです。怖いですか？我不想死在花莲。我回来了 ，Eric 大大，我们要先做什么呢？今天要先吃饭啊！吃饭，吃饭，来农会吃饭也太酷了吧！而且为什么这么多星星？他们除了稻子以外啊，觉得就是只有稻子不够，所以他们做了很多装置艺术，让游客来这边玩，看稻子还可以顺便照相。不是要去吃饭吗？不能跟洋洋桑、Eric 桑在耶。这是我们这边特有的高雄139号的品种，这个品种也是从日本的一个母粉来这边杂交的。真的？它其实也算是混血儿。是啊，台日混血儿，发扬光大，进口到日本。对对，好适合我们来吃。对，我们可以吃看看。好。嗯，真的很酷哎。嗯嗯，哦，它真的是比较软一点点的。咬下去就很甜，嗯，本身米饭有甜度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来这边拍稻农的时候吃的那一顿，农民就是可能在割稻一半，然后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吃这个。而且最当地的吃法是要坐在田里面吃的，想试试看吗？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吃，我已经体验过了啊，真的？对对对，我还是要不先自己过去。对。我们这边可以拍到你，我体验过了。台湾人突然霸凌日本人。我想试试看它的猪脚，它猪脚的汤汁浇在本五告喝甲，你刚有听无？突然吃到一个台语魂都上来了，明明就是夹菜，然后吃一次台语会变好，应该是什么一直被整的感觉。所以日本人很喜欢吃凤梨，对不对？嗯，超甜，而且是自然甜，超好吃。嗯，很像喝洛神花茶的冰冻版。那白山果超好吃，跟你讲呢，酸酸甜甜的，超好吃的是。酸甘甜，酸甘甜，酸甜酸甜感。为什么我今天一直听不懂洋洋桑在说什么？可能也不是很标准的台语啦。好，我们答吃完就可以去下一个地方。好啊。我们去看金针，可是金针开始开花的时候是八月。去那个山干嘛？没有花，那山上还算蛮凉快的，然后从那边可以看到这下面非常漂亮，哦，看到稻田，对不对？对，鲜绿油油的。然后等一下，它上面有个茶行，他们有一种茶叫做蜜香红茶，非常好喝。蜜香红茶，对，你们可以喝喝看。拍超漂亮的耶，你们现在喝的是这个，好香哦！7月5号要缴我们全花莲县比赛茶的茶叶。
最好的，他要拿去比赛。比赛的茶给我们喝了，谢谢。哎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すごい，哎，这个香味整个浓缩在这个茶杯里，很香。黑米呀，黑米呀，你们这么可爱。我们要去他们富里农会开的一家文青的咖啡店去吃一下甜点，好不好？哦，下午茶，下午茶。哎，拿去给他评价一下。哇，而且虽然说，喂，老板是有结婚的，你懂？就是难怪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玛丽亚这次都在陷害我。我不可怕哦，是你们老板娘可怕哦。喂。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来吃下午茶还是来吃晚餐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对啊，有 Eric 大大在，好燥哦，东西一直上来耶。啊 no， 老板，其实刚刚大家摄影师准备的时候，在后面已经吃完一颗蛋糕，已经吃完一轮了。对，那我们从哪个开始吃啊？要不要吃看看吃这个？他说这个跟一般豆花不一样。对啊，我没看过咸的豆花哎。对。咸的很好吃哎。什么意思？它不是一般想象中我们吃那种豆花水润嫩嫩的那种，它是有一点比较扎实的，有点像在吃臭豆腐的那种豆腐感，只是没有臭。这样讲我都不敢吃。真正不是臭豆腐，清蒸豆腐，豆腐是豆腐，清蒸豆腐的那种，但比较扎实的口感，所以我觉得整个很有层次感。我觉得这算是当地特色，一定要来吃。老奶奶柠檬蛋糕就是有点像是棒蛋糕，它比较厚实一点，它也是很喜欢的那种。对对对对，扎实的口感。然后上面通常会，刚刚吃的是啊松子，松子对。到底多爱？绝剪的是吧？那你从哪拼命吃？平常吃不到，多吃一点。我喜欢。柠檬霜好好吃哦，糖霜，一口这样吃下去，来配一颗，没事。真的米做的蛋糕的口感都不一样，跟普通的感觉比一般的会松一点点，增加清爽感，可是这也很好吃。甜点专家ですか？好好吃。开始吃甜点之后，活过来了吗？整个都打开了。太神了，最爱的是有呢。我们会建议那个炸物先吃，炸物炸茄子，茄子它很好吃，刚炸好，口感比较酥脆。那中间粉红色的莲藕片，我们是用火龙果去泡的。那今天的饮料呢？它不是 sake 啊，这个很像 sake， 它是水果茶。我们用六种新鲜水果去煮的，很容易很好喝，感觉有梅子，大家会喜欢。谢谢。茄子，我最爱了。有咖啡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它炸的好好吃。它怎么炸的这么好？对啊，这超级好吃的。大家赶快要吃那个炸物哦，趁热吃，超好吃，不然被洋洋商抢走。啊，给我。给我，谢谢。那帮我接
煎一个过来。因为很多的炸茄子，它里面不会炸到这么软，因为它真的很软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吃完了，耶！不让吃。你想要拿吗？想拿吗？自己掏吧。可爱哦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是谁？要不要吃一个？要不要吃一个？哇，谢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可能拿着盘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拿大的，它是夏天。哦，它动了，它动了，它不会飞，我会飞，它会飞，好酷哦！哇，哇，各位吓傻，真的假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金色盘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应该会长青蛙吧？哎，蚕蛹，蚕蛹，好像吃过蚕蛹。哇！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竹鹿大神吗？你搞错了！你呀！我抢尾巴。外送，我还有东西，这是老板准备的。老板怎么这么好？他怕你们晚上会肚子饿，所以准备了一点小饼干给你们吃。哇哦，这不是一点而已呢。感觉你会喜欢什么玉米浓汤？对呀，没错，日本。这个很像小朋友吃的，对，小朋友吃米饼、鲜贝，对，嗯，这个小朋友绝对喜欢。好香，我真的闻到味道了，而且它的包装是那个你们今天拍照的星星哦，真的耶，大星星啊，鲜贝，等一下，哎，我们一人一半，感情不会散，很好吃的，很好吃吗？嗯，要吸烟味，嗯，好吃，可以一直吃的味道。就超适合买回去当伴手礼。对啊，麻辣风味，麻辣了。对，台湾人最爱。对，麻辣。很辣吗？那有一个香味，可是不会到超辣。这有点熟悉的味道哎，我觉得有麻辣味哎。嗯，好辣。我后面有辣吗？后面有辣哎，每一个都很好吃哎。嗯。那个全部都是豆皮，豆浆的味道，对，好香。哇！真的哦，它是乌克兰的香煎豆包哦，看起来是哦超厚的香煎豆包。他们的豆皮很好吃，对，我每次来池上啊，我都不会吃早餐，我就早上先来当早餐吃。对，哇，这个乍看很像什么酥饼哎。我刚刚以为是面包，对，嗯，口感好好吃哦，哦，日本有这个东西吗？没有吃过哎，没有对不对？可是全部都是豆子，很好吃哎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哎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很有层次感，以为就是它只有外面酥，它里面它这个内馅的部分，它那个豆皮还是软的，很好吃哦！我觉得原味就超好吃哎，我以为没有味道，结果有味道哎，嗯，本身就好好吃，豆香。
就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，但很好吃。我下次自己来也会想来。对啊。老板，我们接下来骑脚踏车。吃饱去骑脚踏车吗？对。骑脚踏车运动。这边真的大家都会骑着一台，然后就沿着博朗大道，然后就一路骑骑，然后稍微停一下拍个照，然后骑一直一圈。哦，天堂路，天堂路，天堂路，哇，耶，耶，哇，金城武术ですか？到了吗？好像就是这一颗了，很多人。有金城武吗？哦，这种辣苦是金城武吗？哇塞，他在打广告。对。四间很好吃哎，你想试试看，真的是辣味。我刚刚吃，香槟苦茶也好吃。我们来到那个文青咖啡厅，对，走走吃上，走走吃上，对，大中午的，对，怎么点酒了？咖啡吗？大中午的时候呢？啊，这个是饮料，不是吸管的时候，对，再看一下，没有动，这是不是吸管的？他白天喝酒是？他是不是有兴趣？对啊，清爽类型感。这个是特调，今天文青咖啡店有卖特调。对。他说好像是老板呢自己就住在这边，然后他下面有一个小小的酒窖，他们自己酿的酒，所以我就想说好像可以试试看。他说可以先试饮纯喝，干杯，来，这是饮料吧？哦，好好喝哦，有没有酸哦？这是饮料吧？有甜味，有酸味，就是真的美酒的感觉。还是我喝喝看，很烈吗？不会，好。用琴酒去做这个美酒，清爽，有一种柠檬感。いいですね。中午在花莲，好 chill 哦。哇，很香耶。咖啡味很香。岩岩山有特别喜欢的地方吗？我觉得这次 Eric 大大排的行程，我其实真的蛮担心一开始来就是要爬山啊，需要一点心理准备。但这次是我觉得大家来都可以很放松、很 chill， 然后就边走边玩的行程，可以拍照又打卡，然后东西又好吃，硬要选的话。可能就是那个豆包店豆皮啊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个人上次没吃到，哎，对，所以这次吃到就觉得啊特别感动。那你们俩有没有觉得最喜欢哪一个店？我其实平常没有很喜欢大自然里面，都市女孩City Girl 很害怕蚊子啊、晒伤啊。可是六十担山，对，那个地方真的没什么虫哦，没有蚊子是重点。对，也不用爬山，我很舒服的可以拍美美的照片。那个照片一定是没办法在台北拍的照片，所以怎么办？那给老板那么高分吗？真的，我对老板的印象改观嘞，就是怎么讲？怎么讲都。
不对，跟我们的印象中的老板就是 outdoor 很直男型，对，就是只会去爬山那种。对，今天真的第一次来杨贵宾，非常开心，谢谢老板。没错，希望有第二集，对，第三次。辛苦了，谢谢老板。还在吃早餐，他已经吃了第三盘的早餐了。对，啊，你的同伴嘞？同伴已经吃完，已经在休息了。爸爸这边可以洗手吗？可以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呀，太可爱了。睡得还好吗？我们连吃两餐，哎，好厉害耶！是吃素食店吗？对，素食店。他是吃素。吃素？素食男孩是素食店吗？吃素。台湾人突然霸凌日本人。